今日的《融情歲月》同你介紹兩位來自台灣的青年，他們怎樣扎根廣州追尋自己的夢想。廣州是台胞登陸大陸的第一站，各组呢都有一些很好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就是呢我们的课是密集上课，那就是说呢，谢亚伟正在度为学生上这个学期最后一节的传播学专业课，接地气又独具台美的课堂氛围好受大家欢迎。近年来台湾青年去到大陆学习发展的意愿持续增强，来自高雄的谢亚伟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北京完成博士学位的攻读后，去到广州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为了令到课程更加有说服力，他由零开始学习视频制作，还做了自媒体博主。我不希望说给他们只有出一张嘴，就是说理论聊天结束就没了。我拍了快一年200多天，然后透过制作账号，然后把所有我发现的东西带给我的学生。上课之余，谢亚伟经常开展寻宝旅程，广州所散发的飞扬活力和深厚底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拍摄制作介绍广州本土文化的系列视频，受到海峡两岸亲朋好友的关注。其实我的台湾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羡慕我，因为他们看到我不仅仅拍了很多就是广府文化老文化，但他们同时也看到我拍了非常多新的建筑，然后让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广州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年轻的城市。在不久之前的第十四届全国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谢亚伟指导的学生作品获得了3个国家级优秀奖，这个令到他收获了巨大的成就感，也都坚定了在广州发展的决心。由一张方形书台到3尺讲台，由文字研究到新媒体视频创作，谢亚伟不知不觉也都肩负起两岸文化传播桥梁的重任。35年来，很多好像谢亚伟一样的台胞跨过海峡，穗台融合实现了由无到有，由单向到双向，由间接到直接的持续深入发展。进入新时代，广州市推出支持港澳台青年去到广州发展的五乐计划，包括以乐游、乐学、乐业、乐创、乐居为主的15项措施。乐居广州，乐居广州，我把眼皮撑开，卡卡的。像我们乐居广州所需要的申请材料，首先是居住证、台胞证。来自台南的90后台湾青年邱小平，就职广州汇龙信息产业科技园，是3个国台办授予的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之一，亦都是广州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办公所在地。小平的日常工作就是为台湾青年去到广州发展提供一站式服务和专业化政策指导。广州市以及各个区其实都有很多惠台政策，拍成短视频让大家可以更快的去了解到可能每一条政策。广州市不断采取新的举措，出台了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发展乐居广州住房保障工作方案。广州市针对台湾青年来广州，这有个住宿补贴，那它是本科是9000，硕士15000，博士20000。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是南海神庙。邱小平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带领在实习的台湾大学生深入广州街头巷尾，开展岭南文化之旅，真正读懂广州，热爱广州，奉献广州。因为我自己2018年的时候也是通过广州市的实习活动来广州实习的，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种反哺的心态，因为当初别人也是这样子带着我们出来，那我也就是借着这机会再带同学们来认识广州。
台灣青年去到廣州就業定居、深耕發展，找到一個適合個人長遠發展的廣闊舞台。我在廣州真高興，快點來找我。未來兩岸交流會越來越好，越來越融合的地方。他們堅信廣州會成為他們成就事業、實現夢想的地方。